中国大陆湖北省的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，当地慈济志工积极推动环保，最近刚好碰上十一假期，每个星期六的慈济环保日，一口气就来了四所大学的环保社团成员。广场上有跳舞的婆婆妈妈，也有健身运动的民众，还有心系环境保护的有志青年。垃圾，垃圾，让人真烦恼。湖北省会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城市，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位居全国之冠。最近遇到十一假期，慈济志工的环保日更吸引了当地四所大学的环保社团前来取经。能号召同学们也是来关注一下环保吧，从我们身边做起，就是从我们能做的，这也是一种公益活动。跟着环保志工穿梭广场捡拾垃圾，学生也渐渐发现，环保其实得仰赖众人的力量，从在地扎根。你以后那个一些这个不用的瓶瓶罐罐呢，您帮我把它收集起来好不好？我们每个周六都会在这个广场做这个环保活动。做环保也做公益，年纪20左右的他们也有不少自发性的助学活动。我们协会的每个人捐一块钱，叫一元基金会嘛，每个人捐一块钱，然后每个月给他定期打过去，资助他完成学业这个样子。90后大学生除了追求课业知识，我们也看见新一代学子对于社会环境与公益的一份使命感。台新闻之专门职工周礼燕、许翠清，湖北报道。